오빠무하고무좀까줘그러면슬슬여인女王之态不断的使唤她왜또빨리깔아야되는데동동이는안건졌어오빠행일없지이제어떻게일을만들어그렇게또나셰프이야기하는데말을안듣냐빨리빨리想吃蜂蜜又害怕的他，엄마가생각했어엄마어떡해어떡해어떡해이제불이붙었나봐불났어여기接下来还有什么令人捧腹大笑的事呢？每周六日晚间11点，未来每8分钟面膜一日三餐。